们班跑哦，啊，真正中意思的哈、哦，哇，你专台湾哦，啊，经过咱的这个文件会的评比哦，是全国第一名的哈、哦，全国第一名哦，咱家你敢拍前跑了无哈？啊，真的非常的具有啊，难怪了这样子，咱的艺术家。好、哦，咱这些也了解，咱的乡亲是吧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啊，咱的这个啊大壁画的一个完工正式启用的一个典礼啊，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高兴。我要在这里再一次的感谢我们的文建会的洪武主委，我们文建会可以说给我们全力的啊，给我们的支持哈、啊。所以我要在这里代表我们嘉义县，代表新港乡，代表班老师的所有乡亲是吧？我在这边底下给您。表示感谢，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是我们新港国中的五号乐队。艺术界的空间，应该是世界各国啊，拢一直咧推动一个工作。啊，希望讲咱这个所在啊，大家吼，少少有时间吼来遮散步啊，了解这个艺术界的空间这个意义吼。啊，在这样吼，星期六的下午吼，天气这么好吼，看到咱的月体吼，一片水泥墙吼，变得这么漂亮吼。我刚刚心情哦，阿那五告愉快哈、哦，一个哈、哦、冷冷的水泥墙面哈、哦，加上我们新港乡特有的一个剪黏哈、哦、啊一个传统工艺哈、哦，把它结合起来哈、哦，真的让人家惊艳。啊，所以今天而且一旦看到咱这个大壁画，搁在而且呈现，这是咱全国性上大一个大壁画，哦，咱世界。世界在行，世界在参观，最主要要看，就是在看这种物件。今仔日在咱新港，在咱半老厝，有在来看到这個。啊，因为这是咱现在是一个全国上伟大的艺术品，所以咱新港人，我伫只期盼，这个是咱新港人的骄傲，大家当做来维护，大家当做来甲顾。做两下工，即摆一摆做做。咱发现着讲，哦，咱文件来嘛，咱做这个，哦，这个考古研究做啊真顺，哦，啊，搁把咱这个哦铁路、铁路桥保护到真好，啊，搁看到这个水泥标，哦，感觉足艰苦的，哦，啊，就心内就咧思考啊，是讲，这我咧甲讲咧。